其实每一个人出生之后踏入这个世界，从一张白纸，在滚滚红尘当中，我们学会了人间的世故啊，学会了嫉妒，学会了冷漠，明争暗斗，尔虞我诈，缺少慈悲心啊，我们忘记了我们应该拥有的孝心。要学会慈悲，多一点爱心，多一点同情心，这个世界才会充满着爱。台长告诉你们，人的生命短短的只有几十年，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，等于在人间跟岁月借了一个躯壳，在人间我们用完还要还给人间。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有人把灵魂留在了世界上，有人把灵魂带到了天上，有人却把灵魂带进了泥土，带进了坟墓，带进了地狱啊！所以学佛必须要开悟，开悟的人就是想得通的人，在人间能够想通想明白，你就是一个开悟的人。